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继续用诗篇119篇，我们要从65到第80节一起来灵修。这段经文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，先从65节到72节来看第一个段落。耶和华啊，你向来是照你的话善待仆人，求你将精明和知识赐给我，因我信了你的命令。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你本为善，所行的也善。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。骄傲人编造谎言攻击我，我却要一心守你的训词。他们心蒙脂油，我却喜爱你的律法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你口中的训言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这个段落呢，似乎给我们看见这位诗人人生的一个历程。当然他非常看重神的律法，不过诗人在这里提到，在他受苦以先他走迷了路。哦，那这里有一个时序的关系了，他受苦，不过受苦之前他走迷了路，换句话说，他因为走迷了路，于是带来苦难了。那么这个苦难就让他学习到要重回律法的怀抱了。不过虽然如此，后面又提到骄傲人要来攻击他，这也是一种苦难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位诗人的确亲自经历了人生的一些波折。不过在这个段落的71节，他特别对他所受的苦有一种反省。他说，我受苦与我有益。哇，受苦对他有益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正如刚刚我们讲了，其实他受苦之前他是走迷了路嘛，偏行己路嘛，所以这个苦难呢是让他走回正路。他经历了这些改变之后，他反省、深思、默想，发现受苦与我有益，苦难带给我们生命的益处，那就是使我们在受苦过程中得到神的管教，重新走回正路。讲完了受苦与我有益之后，他又说，你的训词与我有益，这句话就更深奥了。因为一个人走迷了路，那就是偏离了正路。人知道偏离正路，不代表他能够走回正路哦，因为走迷了嘛。那怎么能够从偏离正路走回正路呢？这时候就要有神的训词、神的律法，换句话说，要得到神的指引和方向。一个人觉悟了自己受苦，觉悟了受苦有益，总要回头，回到哪里去呢？除非有神的律法、神的方向，不然他也没办法走上正确的方向。所以作者能够如此回到神的律法，他深深知道，不止受苦与他有益，神的训词与他有益。没有神的训词，光受苦有时候也会变成白白受苦了。这个段落教导我们一个重要功课，律法挽回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之中重新回到人生正轨。你的手制造我，建立我，求你赐我悟性，可以学习你的命令。敬畏你的人见我就要欢喜，因我仰望你的话。耶和华啊，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。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，以慈爱安慰我。愿你的慈悲临到我，使我存活，因你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。愿骄傲人蒙羞，因为他们无理地请负我，但我要思想你的训词。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，使我不至蒙羞。
接下来这个段落呢，一开始这位作者就提到这位神是制造他的，这里所谓的制造让我们想到的是指神对他的塑造，神塑造他，建立他。怎么塑造，怎么建立呢？当然是透过神的律法了，但是后面却更深刻的回应了上一段苦难这个主题。因为在第75节，这位作者说，神使我受苦。原来他前面提到的苦难是神加给他的，神加给他不是要虐待他，神加给他是要管教他，而从管教中挽回他。这位作者当他面对苦难回头，然后走回神的路，经过这个过程之后，他更深刻的认识，原来是出于神的恩典慈爱，用这个苦难提醒他。于是他在走回正路之后，他深深感觉神以诚实待他，意思就是神这样做是公义的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他人生有这一个的历程，完全出于神的恩典。这样的一个历程给我们人生可能也有很强烈的共鸣啊。我不知道在您的身上有没有遇过苦难，当然有时候苦难是自讨苦吃啊。不过有时候在我们走偏的路的时候，神设下了一些苦难要提醒我们，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律例典章，就是走上正轨。于是这个苦难就产生一个正面的价值，因为神用公义待我们，同时也一定会显出他的慈爱。这位作者从公义中看见神的慈爱，也从神的慈爱中没有忘记神是公义的主。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公义与慈爱那个微妙的组合，而这个组合怎么看出来呢？是透过遵行神的律法，走回神的轨迹，从这里体会出来的。求主恩待，这一段经文也帮助我们，假如我们正是走在这一条人生的苦境之中，求主让我们有分辨的智慧，反省的能力，更是从当中归纳出一个决志走回正路，遵行神的律法，并且因此蒙福，经历神的公义，也同时经历神的慈爱。愿神祝福你，平安。